我叫张龙。我叫韩小兔。我叫关浩天。我叫冯子晴。我是大牛。我是大刘。Hello， 我是江南。Hello， 我是王帅。我叫岳苏。我叫王莹。我叫林娜娜。我叫石家龙。二位可以去看眼了。哦，呀，天哪！你这得85岁、90岁。跟你爸好像。哎呦我的妈！好看。你没有爸那个好看。爸是。我看到他化妆成这个样子以后，我特别有冲动，想一辈子好好保护。记得那个自我介绍就写着“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”，真的是没想到你这么老了，像你这句话才有体会。就觉得反正已经觉得走这么多年不容易，之间吵过架呀什么的，没想到要走这么多年，就得好好珍惜。唉，能看着然后一起变老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。有时候一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就是特别想照顾你。然后我也感觉怎么说呢，就很幸福，就是另外就感觉我们就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然后我就如果能一直坚持坚到这一时刻，就是是最幸福的。我就希望要是如果有下辈子的话还能继续在一起。有一天我要是不在了，你就别苦着自己，对自己好点。如果真到这个岁数的话，我就说你先走，真的。要不然我走了你自己怎么办？到真到50年后考虑生死的时候，还是真的他先走还好。这样我最起码他不受那么罪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50年以后还能够拿出现在的照片出来，我觉得。我也特别想你，真的。完了。当你老了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